喽！哎呀，今天这么好啊，来个大鱿鱼。鱿鱼要吃先吃头。太好吃了，太过瘾了。还有双击吗？这下鱼名给又给一个吧，点个赞。来喽，来一个正常仙沟盖啊，我们要不打也不敲啊，来一个盲眼螺啊，来一个盲眼螺，哎呀，哈哈，看没有，给个双击吧，特别香，给个关注吧，还有吧，给个给一个吧啊。嘿嘿，来一个八爪鱼的腿，八条腿，来一下啊！而且还有双击吗？给我一个吧，嘿嘿，再给一个吧啊！给一个关注，嘿嘿。啊哈，我来了，来一个盲眼螺，哎，看没有，小肚肠子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，支持一下渔民，哼哼。哈哈，看没有，大的大扇贝啊，大扇贝怎么吃，哈哈，来上，看没有，好不好，诱惑吧，呀呀呀，哎呀，看没有，太结实了，这是扇贝钉啊，太硬了，这都是精华，看到没有，精华不能扔掉，看到没有，给个双击，来喽，哎呀，今天呢教大家怎么来上身上一个海螺啊，一斤一个大海螺，首先把海螺的壳要去掉，这个盖啊，再用筷子来张360度的旋转，看看完好无损。吃海螺一定要把海螺的苦胆去掉啊，海螺的苦胆去掉，再把海螺的肝去掉，太热了。海螺的肝要去掉，太热了，海螺再这样吃海螺的苦，太好吃了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吧，再这下渔民改又给一个吧，来我家请你吃大海螺，来老铁我又来了啊，哎呀这个大货啊，哎呀，大伙怎么吃啊？哎，头哈，哎，头去掉，把屁股去掉啊！哎呀，哎，来了，看看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看看皮皮虾啊，给不给，老铁？给看别的话，给个双击哈，给就给一个吧啊，哎呀，来了，看看，来一啥？来个大海螺吧，啊。大海螺啊，教你们怎么吃啊，大海螺的盖哈，哎呀把它去掉啊，再用上一根筷子啊，来上366度的旋转啊，哈，看看这个黄转出来了没有，哎呀这个黄转到这里来了，还不想出来，还不舍得出来啊，这个黄特别好哈，太香了，这个壳哈可以听到海风的声音，看，嗡嗡的。这个海螺啊，把海螺的苦胆去掉，
咱把海螺海螺的肝哈，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，不吃的话把海螺肝把它挤掉。哎呀，这个肝，这是海螺的肝哈，去掉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嘿嘿，嘿嘿。小鱼命运来了哈，哈哈，来一个，这叫啥？这叫盲眼螺，盲眼螺哈，这个光滑的一面叫盲眼螺啊。看看这盲眼螺的，哎呀，盲眼螺的黄，盲眼螺哈吃的特别香，比海螺要香的多。你们有吃过的吗？给个双击呗。这人生啊，多少真情被辜负，要得到多少内心才能够满足，这一路啊，要尝尽多少的苦。来了，哈哈，哟，满满一锅海鲜啊，嘿嘿，来上，看没有，我们家的生蚝怎么样？挺肥吧，嘿嘿。太鲜了，老铁还有想吃生蚝的吗？给我点个双击呗，点个关注呗，关注我，叫你们吃海鲜。来了，来一个，八条爪。老铁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渔民。这是就这是一下吧啊，我们做个好。